好，第十二题 I 它要我们找 gradient of tangent，然后 gradient of tangent 当它的 x 是这个，所以我在这边我要的是 dy dx，我就有 6x 减二，所以我的 dy dx 当 x 等于 e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6乘一减二，所以它答案是4，这就是它答案了。OK，这个就是它的 gradient of tangent 来的，这个就是它 gradient of tangent。好，接着这一个呢，我的 y 我重新写过，它会变成一减二 x power 减二，所以我的 dy dx 呢会变成呢那一个四 x 减三，所以我的 dy dx 当 x 等于减三的时候，等于四减三 power 减三，然后四伯。减三 power 三，然后减四 power 27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接着这一个呢，看起来好像要 product rules，但是我觉得我直接给它乘出来会比较简单。所以我的 y 等于 5x 减 15x2 加一减 3x，所以它会变成减 15x2 加 2x 加一，所以我的 dy dx 会是等于减 30x 加2，所以我的 dy dx 当 x 等于减2，会是等于减30乘减2加2，所以它是62。然后这个就没有办法，一定要用 product rules。所以我的 dy dx 超下面 x 加5，differentiate 上面减超上面，然后 differentiate 下面除下面的 square，所以它这一个是 x 加5的 square，所以它会变成减 x 减5减3加 x，然后整个东西除这一个，OK，然后在这一边我的 x 减 x 没有了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减8 over 那个 x 加5的 square，OK。好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个 dy dx 当 x 等于减一等于减八和减一加五的 square，减八 over 四 square，减八 over 16，然后是 negative 一百二。OK，好，